一同来关心天气，受到风面影响，明天台湾中部以北、东北部以及外岛都是有雨的天气。一同来关心详细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，基隆、台北、桃园、新竹17到20度；中部地区，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南投、云林17到23度；南部地区，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、恒春17到27度；东部地区，宜兰、花莲、台东、兰屿17到25度；外岛地区，澎湖、金门、马祖13到23度。来看未来三天的天气气象，来看到北部、中部跟南部地区这三天都是下雨的天气，出门记得携带雨具。来看到东部跟外岛也是一样下雨的天气，